情节害怕，先临天中，修行妙乐。是林冠学如有福业，以先临天，修行妙乐者，即先施功德，专精圣因，修无量乐。是林竟然三七日中，一心占领地藏经上，念其名利，宛如万变，当得菩萨现无边心，故告是林。灌输心界，有梦中菩萨现拜心念，亲领是人，有诸世界见诸灌输，定念每日念菩萨名千遍，只有千日是人懂得菩萨天所在土地归神，将心为何？现在一时弘一，无助即苦，乃至行事不利之门。何况一心，是人必定得菩萨摩顶受持。佛祖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发广大之心，救度一切众生者，若修无上菩提者，若出离三界者，是诸林顶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。至心归依，亦以香花衣服、宝贝金饰、供养赞美，是善男女等所愿所行，应如将来。佛祖观世音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求现在、未来一千万亿顶愿、一千万亿顶事，但当归依赞美，供养赞叹。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复愿地藏菩萨，故大慈悲，应用何我？是人于睡梦中，即得菩萨摩顶受持。佛祖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大乘经典，亲身定中。发不思议心，若哭若伤，众无面书，教师连续，选择选亡，动经连月，不能合上。是善男子等，由宿业中，未得消除，故有大乘经典，无合上性。如是之人，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相，故以本心恭敬敬拜。经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观故供养菩萨，以净水一盏，经一日一夜按菩萨行，便就合掌称佛，回首向南，念入口时自心定中，佛水俱毕，是我心照亮，邪淫妄语及诸杀害。一七日及三七日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为睡梦中故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，有时临处受灌顶水，其人妄觉即得聪明，定是经典一念离观，即动因机，见不妄是一句一句。佛祖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诸林顶。意识不足，有假怪观，血道病积，血道阳衰，家庭不安，惯俗混杂，血做兴事，道来恶心，睡梦之间都有惊怖。如是临界，闻地藏名，见地藏形，自心恭敬，念我万遍，是诸不如意事，渐渐消灭，即得安乐。意识弘一，乃至有睡梦中，悉皆安乐。佛祖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悉因自生，悉因共修，悉因生死，悉因救苏，入山林中，过大河海，乃至大水，悉经险道，是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。所归土地，归神为何？
行诸自我，应不安乐。乃至恐吾火龙宿主，一切毒害不能顺之。不过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，有阳菩提，有大因缘。若说如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必千劫中说不能尽。是故观世音如以心力流布是经，令三途世界众生必千万劫应受安乐。你是世尊，你说其法。我观地藏为心力，行可三劫说难尽。见闻讲历一念间，利益人天无量殊。若男若女，若良善，不尽应当对恶道，自心皈依大慈心，受命专精度罪障，孝顺父母恩爱者，彼之本心在何处？兄弟姊妹及诸亲，成长以来大不善，结束结为大慈心，彼乱渐累不渐善，三七日中念一名菩萨，当现无边体，是其灌输殊心界，相对恶处现出离，要令不退是初心，即个无定受性记，若受无上菩提者，乃至出离三界苦，先具发大悲心，先动渐累大殊相，一切诸观速心咒，因无业障令者止，由人发心量经典，欲过分别巧彼岸，虽然习惯不属于玄突玄妄道慧心，处理有业障结果，有大圣经不能记，供养地藏衣食花，衣服饮食自顽固，以净水安大事情，一日一夜求福至，发愿用心是我心，照料邪淫及妄语，三七日来勿杀害，至心思念大事明，即有梦中见无边，各来便得离群逆，定是经教灵命门，千万心中应不忘。一是大事不思议，连处树林也出会，贫穷众生及疾病，家劫用水灌输里，睡梦之中是不安，酒驾乖回无清水，自心将你地动伤，一切恶事皆消灭，只有梦中尽得安，意识风摇心归鸿。若遇山林的毒害，毒恶禽兽及恶灵，恶神恶鬼变恶风，一切阻拦阻苦恼，但当将你的供养地藏菩萨大慈像，不是山林大海中，应是诸恶皆消灭。观音自心听我说，地藏无尽不思议，一千万劫说不尽，公孙大事如是力。地藏名利引欲门，乃至见相见理者，用花衣服饮食方，供养一千寿命乐。若令依此会法界，毕竟成佛超生死，是故观音入洞之普故行沙诸国土。祝瑞林天品第十三。你是世尊古金色杯，由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立足是言，地藏地藏，汝之心力不可思议，汝之慈悲不可思议，汝之智慧不可思议，汝之辩才不可思议，正书十方诸佛赞叹宣说，汝之不思议数，千万劫中不能得尽。地藏地藏，以我今日在多利天中有一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，天龙八部大会之中，在以临天诸众生顶，彼此三界在黑地中者，护足无路，无论是诸众生对恶处中，一日一夜各放经络，
我不敢入阿鼻地界，动经千万一劫，无有出奇。地藏是南阎浮提众生自性无定，是恶者多，众法善心殊无积聚，若无恶言量量正量，依时之故，我本是行必千亿化多，随其本性而多脱之。地藏，我今困困以天人族，富足无路，未来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佛法中正孝善君，一摩一顶，一沙一地，如以道业用何时人，将修无相，不应退失。佛处地藏，未来世中若天若人，虽业报应，落在恶处，因对处中极致文修，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、一菩萨名、一句一偈，大乘境界，是诸众生努力勤力，方便救法，有是人所现无边心，为摧地界，天灵升天，修行妙乐。你是世尊，你说地观，现在以来天人族，我今本群富足路，以大心通方便多，不能对在诸恶处。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阿鼻合掌别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汝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佛法中一念恭敬，我也一千方便度脱世人，有善书中速得害法，何况文殊善书念念修行，自然有无上道，永不退转。说是故事，会中有位菩萨名虚空藏，别佛言：世尊，我自知道理，闻有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，不可思议。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乃及一切天龙，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利，亦将内经上及归众福利，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若有说之，复告虚空中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我当为汝分别说之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见地藏经上及闻此经，乃至塔上用花饮食，衣服垫布，布施供养，赞叹赞礼，得28种利益：一者天龙护念，二者善果地增，三者十善上因，四者菩提不退，五者衣食丰足，六者节衣不廉，七者利水利灾，八者无道杂业，九者人间清净，十者心贵作持，十一者入真人心，十二者为王心路，十三者端正上好，十四者道生天上，十五者极为帝王，十六者速地名通，十七者有求解穷，十八者惯俗烦恼，十九者诸行消灭，二十者业道应读，二十一者气处尽通，二十二者夜望安乐，二十三者先亡离苦，二十四者修福修心，二十五者诸善赞叹，二十六者聪明理观，二十七者了除民心，二十八者必极善困。复处虚空中菩萨，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，闻地藏名，礼地藏行，行闻地藏本愿殊行，赞叹接地第七种利益：一者速巧圣地，二者恶业消灭，三者
诸佛护念，四者菩提不退，五者增长本力，六者宿命大通，七者必定成佛。你是十方一切如来，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，及大菩萨天龙八部、文殊菩萨、摩尼佛、乾隆赞叹地藏菩萨，大威神力，不可思议。叹未曾有，时时菩提天，悟无量雄化，天衣自应，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意，一切众会故合赞美，合掌礼退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观下赞：地藏本是较量净因，量尘严压是渐生，今世方大圣，福利无穷，不定不连生。南无上主十方经，南无上主十方经，南无上主十方经。地藏赞：地藏菩萨妙难论，化现金融处处分，三途六道分妙法，四生是对莫自问，明珠照贴天堂路，金色金开地甲门，雷驾千音望接应，九年大梵列祖尊。那么九华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，那么地藏王菩萨。回向记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不净土，上布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